就这看留言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来，咱们换一个，换一个，你们想看什么类型的宝宝们，打在公屏上。不行，那个不能跳。那个不能跳哈。头发不好看呀、啊，哎呀，脸长得好看就行啊。你可以那个找一个那个纸条，就是把我的脸贴上，就搅一块，然后蘸点口水，叭，把我脸贴上，想象成范冰冰就好看了啊。听话。来个这个吧，咱们也整个什么双面镜啥的，显得性感一点是吧，庄重一点，来吧，666走一走，兄弟们。好看吗？好的宝宝666啊，没有点992的
通知的宝宝们可以点击他的通知，没有点下的宝宝们可以点一下下载的直播室通知。好看666，谢谢大家配合。还有10分钟还能跳2支舞蹈。看来好小啊，有就行了，你还没有呢。比较喜欢看这种劲爆的，是不是啊？虽然说我胸小，但是我屁股大，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大家得包容，对不对？柔情一点的呀，666点点关注啊！柔情一点的，给你们跳一个，古典舞，真的，但是我没有跳过。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整一个，给你们来一个，好不好？来个比较好的那个凉凉，感谢佳佳。再整一个小菊花啥的啊，不是小梅花啥的。希望你们喜欢的哈，一会儿再来一个激情一点的啊。对，整个菊花。岁月铺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。
度情节难留着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落就尘。两两是离还是还会转身，又见树下一盏风存。落花又一流水无尽，别让恩怨爱恨凉透那花的春。你来点采访凯文，我最近吃胖了。你们喜欢的古典舞已经跳完了，可能是跳的不太好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还可以跳一首歌。没有点直播室通知的宝宝们，点直播室通知我。然后接下来大家请不要离开九九二，有接下来的主播，微微为大家表演，带来精彩的表演啊。再跳一个，你们爱的这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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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冒蓝烟的加特林，来来来，走走哈。时间了，要用不就谢谢，我已经不行了。好，没有点通知的宝宝们点通知啊，我还有一分40秒。我好像跳不了一个舞蹈了，然后咱们不跳这么累的了，咱们换一点那个比较柔美的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送给大家来一个柔美一点的吧，好不好？